你是台湾网友才知道，之前是不是说 BNT 没有了，要报废了，对吧？你有听说吧？没有 BNT 疫苗了，因为太少人去打，所以 BNT 疫苗要报废。我没听过这个哎，我只听过大家都打不到 BNT。对，你查一下 BNT 报废。那我是不是 Google 小姐？也不是，我可以这样查，我只是想要让你有参与感。啊，不就很谢谢你？我看一下哦，看不到你是。3月28号，他3月28号的时候的新闻呢，他说本月底有约有26.4万剂莫德纳和 BNT 30万剂 AZ 将到期，等于共56.4万剂。五肺疫苗将报废。来，我跟你讲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，各位，累计接种人次哦，BNT 接种人次是15,666,765人次，15,667,657人次。记不记得郭台铭永林基金会跟慈济跟台积电买了多少万剂？1,500万剂。而1,500万剂打掉了1,566万剂的时候，你跟我讲我报废很多 BNT，这怎么可能？用听的，用听的。哎，你们以前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那个，就是如果数学题目用听的，其实听不太懂？对啊，最鸟的就是啊，你实际上 BNT 并不是大家没有打，你知道这个政府最恶心的就是你吃郭台铭豆腐吃到一个极限。不但是他出钱，他去买了，你一毛屁钱都没有出，然后你告诉我说，哦，大家都不想打，因为 BNT 很糟糕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你想尽一切办法，BNT 打了1,566万剂，那多的，你说多的报废是人家不想来打，不是啊？BNT 施打很踊跃，一天大概也就可以打1万剂，那你不开放，你不让大家打，好，我这样讲。你买了1,500万剂，打掉1,566万剂，结果你告诉我说，因为施打不踊跃，所以报废了。开玩笑吧，这个数字不对吧？这个数字不对吧？你自己讲一讲，这个数字对不对？这个数字不对呀，已经，对呀，所以郭台铭讲才是对的。郭台铭说没有报废问题，因为都打完了。唯一到期报废，就是因为你政府效率不佳，保存能力不好，到最后它没了，它过了期限，它冰存不好就报废了，你不会觉得很荒谬吗？还好我有打了3剂的 BNT。就不是这样，你知道，1,500万剂都已经到了，到货总计15,247万剂。然后施打了1,566万剂，这包含了第三剂的稀释，包含了等等等等等哦，所等。以打才会超过到货，对，但既然都超过到货了，就代表没有报废的问题，对啊，没有报废问根题本啊。不够。但那这个政府为什么要一直跟我讲说 BNT 打气很弱，一直要报废？干你有病是不是？你分文未出，人家捐的，然后结果你跟我讲说它报废，因为它效果不好。鸟就是鸟在这里。指挥中心告诉大家，如果就是穿透性感染打三剂的呢，若以最后一剂疫苗比对，每10万人中遭突破性感染者，接种 BNT 为7.5人，莫德纳为6.5人，高端为2.6人，AZ 为10.2人。好，10.2人，因为第三剂接种 AZ 的人数不到3万人，所以不重要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样讲，你特别公布一个这样的数字，看到这个数据，有没有觉得，哎呦，陈时中讲这个数据哦，那显然是 BNT 的穿透感染数字最多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看了对不对？对对，吧？他是这样讲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好像是，我但听不好，太懂。我看。好啦，他就是说最后一剂接种 BNT，然后被穿透性感染的10万人里面有7.5人，莫德纳是6.5人，高端为2.6人，看起来高端最少，对不对？来，我要讲高端总共也打了70几万人而已。对，哦，所以用比例来看他啊，施不能打看绝的，对数字。他70几万施打，
而我们刚刚讲 BNT 打了1566万剂，你被话术了耶！哎，不对，是我被话术了。是你被话术了。好，还没完哦。如果你觉得这样已经很XX了，明明 BNT 施打的数字，它的基数远大于高端超过20倍以上。哎，好，那结果呢？结果还有怎么样？但是他刚讲啊，如果以第三剂的排序来讲 ，BNT 表现最差。我们这样讲，来各位，三剂打。像我是打 BNT，BNT，BNT， 有人是打 AZ，AZ，Moderna， 那有人是打Moderna，Moderna，BNT， 好，反正有很多种排列组合啦。对，但为什么穿透性感染只看第三期？因为这个数字做出来 BNT 最难看。哦，你有没有看过？这简直是教的数学。你想要污蔑 BNT， 你想用不科学的方式栽赃，那个人也要够笨哎、欸！妈，塔利班真的是笨，就是好像在骂我。不是塔利班，你我这样讲好了，我们不要用疫苗。你今天吃了三个包子，然后我们公布了吃饱的比率，全台湾2300万人都吃了三个包子，我们就这样讲都好了。有人吃豆沙包、肉包、菜包，有人吃豆沙包、豆沙包、肉包，有人吃菜包、菜包、菜包，好。结果最后呢，我们在做统计的时候只看你最后吃了什么包子，于是得出了一个数字，是原来吃了豆沙包饱的人比例最高，豆沙包最管饱，香香香香。那前面吃两颗豆沙包，最后面吃肉包那个白痴。对啊，那你看这什么意思，他妈的第三季第三包，对，第三包我吃肉包饱跟吃豆沙包饱的比例是，我通通不管你前两个包吃什么，我只算你最后一个包吃什么。有这种愚蠢的话术吗？有这种愚蠢的，因为我最后一个包子吃豆沙包，所以我今天饱是因为吃豆沙包饱。这有够烂，你知道？这个包子的例子真是直接一讲就知道它简直是白痴。三剂各种各样的组合，结果只看第三剂，为什么？到底有多少人第三季打高端？我已经忘了，可能真的是死忠的吧。